在高雄，一次没注意同方向的电动自行车，两车擦撞后，骑士当场被碾毙。死亡车祸发生在高雄凤山上午，黄姓骑士上班路上，行经高凤一路以及过皮路时，被连接车卷进车底，人当场死亡，家属接获消息到场，难以置信。联络人范刚刚到案了，李永良经酒测有酒精反应。 警方酒测连接车刘姓驾驶有酒驾情况，不过确切肇事原因是否也和内轮差有关，要进一步调查。而根据警政署资料统计，高雄今年一到七月有1771件大型车车祸，其中内轮差视野死角酿祸，导致46个人受伤，3人死亡。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为车前及右侧，民众如果发现自己身处危险区的话， 要赶紧弃车，往远离大型车的方向离开。警方也提醒用路人遇上大型车能避就避，不要同行，以车安全。华视新闻陈文娟、许富杰、蔡忠训高雄报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